看看新闻网。好，最近几年呢，很多的美剧的演员都投身电影圈了，就比如说饰演《绯闻女孩》中的花花公子的扮演者艾德·威斯特维克呢，这次首次出演这个电影的男一号了。对，他一下子呢就演了一个超级有范儿的机长，而且这部电影呢也不一般，大制作大班底，不知道 Jack 这次的表现怎么样呢？来看一下。绯闻女孩中型男 Chuck 饰演机长，与阿凡达同一个 3D 技术顾问，十年内首部在国内公映的航班题材灾难片绝命航班有没有够吸引你？ Three flight attendants, nine passengers. Barely got us enough fuel for the trip. 如果还不够，那么小编就给大家透露一点点情节咯。Why aren't we landing?一架波音747客机深夜从太平洋某小岛起飞，自此展开了一段神秘的跨洋旅行。然而谁都没有意识到巨大的危险正在一步步的逼近。但如果你以为这只是一部单纯的空难片，那你可就错了。 What the hell is it?没错，除了灾难、爱情元素、动作、科幻元素，也是完美的揉进了电影本身。不过小伙伴也不要被吓坏了，因为又酷又帅的 Chuck 机长会挺身保护大家的。